是世纪开创的领航，绽放在21世纪的光芒，天人合一神圣的力量，海洋生命永续创辉煌。回想前人曾经的考验，忍辱负重也要坚持的信念，那是雨过疯狂燃烧的蜕变，新的事业新的起点在眼前，建的也大纲我话语时间，天意指引带动道场向前行，要注重你心不如于是你，团结共生传承太阳的荣耀，20世纪开创的领航，绽放在21世纪的光芒，天人合一神圣的力量，海洋盛宴永续创辉煌，一贯道非只是宗教名词，象征一贯心传之精神，它是燃尽千人生命运化成的莲花，是菩萨道中讲师的原理，20世纪开创的领航，绽放在21世纪的光芒，天人合一神圣的力量，海洋盛宴永续创辉煌，道场乃是诸佛菩萨唯独众生修行的路，为成就未来佛知佛所，修道人当饮水思源，你有个功修满可以发展道务，道场体制尊道场律法，真修真观真心精进永不懈，一刻成就不凡的果位，20世纪开创的领航，绽放在21世纪的光芒，天人合一神圣的力量，海洋盛宴永续创辉煌。